今天我们讲第四章苟及灭道。苟及灭道呢，讲世间还有出世间的真相。释迦牟尼佛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是苦啊，你们应当知道这个世间是极，你们应当断啊。出世间可以是灭，你们应当证这个出世间的道是可以修你们应该修。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佛陀以亲证的境界为我们印证。佛说，此是苦我已知，此是极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或是真实语者他告诉我们。佛陀安利苦集灭道四谛的次第有着深深的密意。四谛之中，苦为世间之果，集为世间之因，灭为出世间之果，道为出世间之因。世间有三有，三界的众生叫三有欲界众生叫欲有，色界叫色有，无色界叫无色有。三有世间的真相呢，唯是痛苦。世间呢，把这个坏苦执着为安乐就是把痛苦的缓解执着为安乐。那佛陀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颠倒所以众生呢不追求解脱追求坏苦，追求痛苦，也就是那么呢，极地呢，这个极是什么呢？就是痛苦的因。痛苦呢由业产生，业又是由贪嗔痴烦恼而发起烦恼的根本乃是我执，这样便明白了极地。知道极地以后呢如果能够明白我执呢只是错误的执着，可以熄灭，那你们就会心目这个寂灭消除我执的解脱境界。佛陀呢就是现证这个熄灭痛苦的灭地这个灭地就是寂灭的涅槃这个寂灭的境界可以证到了。那么要证到这个境界呢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这个就是道谛了。知道世间苦然后呢知道为何痛苦，知道痛苦的原因，那么呢我们就为了需求这个解脱轮回的痛苦因为只要轮回无时无刻不在苦中，所以说呢只有超越了轮回才能解除一切苦难。那么需求解脱呢就是要去学习这个解脱的方法。在这个四圣地的这个法轮中佛陀扼要地将一切生死流转以生死还灭的道理总摄无余。一切世间生死流转的因果摄于苦集二谛之中，一切出世间的出离生死的因果摄于灭道二谛之中。所以呢四谛总摄染净两重因果是修行的之总纲，故应随顺佛语依次第而趋入。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思维苦谛，深刻地洞察到世间的痛苦的真相，那么这个出离心呢就无由升起，求解脱只是一句空话，凡是所思所行仍将成为极地就成为痛苦的因。如果我们没有善加思维极地，不能明确生死的根本乃是惑业，这就好像射箭没有瞄准这个鸟一样，不论发射多少都徒劳无益，就是像射鸟一样就是没有瞄准就是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
不知道生死的根本是惑业。如是所行不是得解脱的安乐正道，却妄自以为是，南辕北辙，如何能得解脱之果呢？就是说你不知道生死的根本是惑业，那你就不会去消除惑业啊。那么呢，你所谓的修道呢，可能就是世间的禅定啊，你整天在修行，但是都没有消除惑业的话，没有对治这个啊生死的根本啊，还有我这些我执以及我爱，由我执我爱衍生的一切的这个惑业，那么没有去对治这些的话，那么我们的修行就是徒劳无益。外道呢，就是啊，虽然修了一些善业，修了一些禅定，也得到一些神通，但是呢，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啊，就是南辕北辙了，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依照佛陀的教导啊，这个佛初传法轮呢，就讲了这个四圣谛。没有学过四圣谛的人呢，像屈入什么，这个解脱了，或者屈入大乘呢，什么往生净土，那都是就是一句空话呀，是吧？你连出离心都没有生起来，你怎么可能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吧？不可能的啊！有了出离心以后，那么呢？对这个四圣谛呢有一定的修持，然后由此在这个基础上修菩提心才有可能，因为菩提心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啊这个四圣谛的基础之上的。第二节是讲这个苦谛了啊，苦谛呢我们学过很多，以出世间的圣者的智慧来关照这整个三有轮回的境界里，不论是超生于梵天，还是堕落于地狱，或者转生为人，为业力所支配的生命无法避免轮回的痛苦，在生命的流转过程当中，每时每刻都以行苦相伴随。因为这种痛苦的本性在名言之中真实不虚地存在，所以叫做苦谛。我们人啊，无时无刻不在行苦啊，还有这个苦苦和坏苦当中啊，有些时候在这个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苦苦哈，还有坏苦，那么就是在行苦当中，无时无刻不在行苦当中啊，没有自在，没有自由。那么人生的苦相呢，由佛陀呢大概的分成了八大类啊，这个苦苦啊分成八大类，还不是坏苦，因为一切坏苦都是由苦苦而衍生的啊，就是一切快乐都来源于痛苦，简单讲就是我们先知道了痛苦就是苦苦以后，我们自然就知道了什么是快乐。第一个是生苦啊，出生的时候这种痛苦呢，我们只能从书上了解，父母这可以看得到啊，看到孩子婴儿的痛苦，但是呢自己现在都忘记了啊，那个时候太小，只会哭啊，生下来基本上都就完全只有一个自我意识啊，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这种生苦呢，这是苦是苦了啊，但是没有人记得。这个劳苦呢比较漫长，在人呢也是慢慢的逐渐老去，所以说呢这个苦呢还是感受比较深的啊。衰老渐渐啊降临啊，这个身体啊逐渐的暗淡，六根逐渐的衰退败坏啊，这个呢我们也就不讲了哈，这是人生的劳苦呢，大家都每天都在看啊，看得清清楚楚啊，人老了以后很苦的。那年纪大的人呢，如果有孩子孝顺还好一点，如果孩子不孝顺就孤苦伶仃。第三是病苦，那病苦呢四大不调，那各种各样的病那就多了。中医的角度来说，身体只是这个生病的一个外在的显现啊，真正的病还是人的五行啊，这是发生的问题。五行是什么呢？就是金木水火土啊，阴阳五行啊。那么这五行是五种气，是五种物质。
不是我们的肉体啊，它是五种气。那么金木水火土呢，中国的这是阴阳五行啊，那西方印度呢它讲的四大地水火风，有点类似。金木水火土呢加上阴阳合起来就四种。木有这个也是有阴阳，金也有阴阳。五行呢相生相克，然后呢我们的人的身体啊就会慢慢的逐渐长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生病啊，然后老去死掉啊，都是因为这个五阴阳五行它们之间的作用产生的。那我们都知道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循环相生。那么克也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啊，水克火，火克金。那么呢这个呢也是五行跳着有相克，克中有生，生中有克，然后呢再有阴阳啊，那样合在一起呢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不断的变化，然后呢逐渐的成长啊，然后呢在这个业力的支配下，这个五行啊就是不断的演变，然后老去死亡。如果这个五行啊相生不畅，气就不充，就会生病啊。如果是五行相克，克过头了也会生病。那么最关键的这个五行还是跟心相关，一切都来源于心，因为心有妄动啊，心动了有业了，有业力啊，心跟业是连在一起的，心有妄动，那么一切业都在妄动，那么这个阴阳五行呢他们就会出现问题，然后就会生老病死。那死呢这就不用说了，死苦等你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慢慢体会吧。那我们也我死了无数次了，所以我们都很怕死，因为死的时候苦啊。死本身并不可怕，是苦死的时候苦啊，非常痛苦啊，有很多人死的时候都是非常痛苦的死去，所以说我们都很怕。第五是爱别离苦，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执，那众生呢因为因缘啊聚会分离不定，单着对方啊，这是整个五蕴都单着啊，因为把对方置为实有啊，置为自己的这个亲人啊，就会情执深重啊，无论男女了啊，但是呢女人可能这个情执更重一些啊，他们那种情执呢都是感性的，缺乏理性。众生呢依靠前世的业缘，在出生之时呢便注定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和滋生亲情，或者由缘的聚会相处日久而产生友情爱情等等。如果情爱不能转化成慈悲的真爱感情没有以理智来驾驭，那么一旦亲友还有爱人呢遭遇不测，或者对自己的感情有辨识，情执深重的人们往往无法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是呢沉浸于极度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而且一喧一声，许多人由此患相思病啊，是自暴自弃啊，与生殉情啊。有些母亲都因为孩子的死亡而直接就疯了精神失常了然后呢母亲呢因为可能是自己的孩子丢了，望眼欲穿呢，就是哭瞎眼睛啊，身心崩溃就是这样这个离别中的情人呢也是这样就是日渐憔悴痛苦不堪，真的就是执着了他就是钻牛角尖了，出不来了其实呢他想的其实是心中的一个幻影那个影子呢其实是过去是在一起熏习出来的你天天看到的都是你自己的心中的一个幻觉，其实我们感受到别人的存在完全是眼耳鼻舌身，是吧？离开了眼耳鼻舌身你怎么感知对方的存在呢你要确认对方看到对方是眼识实际上你看到的都是眼识
你听到他对方的声音是耳识，是吧？还有鼻识，闻到对方的味道了，啊啊，舌识了，啊，还有啊，有这个身体接触了，啊，身识了，啊，这样的话呢，感知对方的存在，然后我们留贪恋的这种感受。因为在五识升起的同时呢，我们就会升起，各种爱染的习气。然后呢，我们就贪恋这种感受，其实我们贪的是自己的感受。如果对方看到你看到他不悦意，是吧？你会思念他吗？是不是？你看到他悦意了，然后升起了强烈的贪爱心。对方的声音如果像特别难听，是吧？你听的都会晕倒，或者是听的就会发晕啊，然后甚至会呕吐，那你会想念他吗？不可能。反正他的声音啊，你听得很悦耳，听得很舒服啊，那你就这样子，以此类推了啊，就是说对方的这个显现出来的这种业境吧啊，我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然后呢，这个五识升起以后，我们会升起贪爱或者厌离，由受而生爱，是吧？有感受嘛？我们都知道，由触而生受，由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吧？由这个受而生贪爱，由爱，由爱生有，由爱了就会占有了，所以说爱是来源于这个受。我们贪恋这个感受才会升起贪爱，那你贪爱的呢，事实上这个是你自己心中的觉受，你对那个乐意的那种觉受念念不舍，念念贪恋，然后串习之后无法自拔然后堕入到地狱当中。因为得不到的时候或者被别人破坏的时候，是会升起强大的嗔恨心有爱就会生恨，你所爱的东西或者人被别人抢了，被别人破坏了，被别人伤害了或者是天灾人祸你都会怨恨。这个怨恨呢，你认为是某些其他的众生造成了破坏了你的这个贪爱，就会升起极大的嗔恨就是要杀了。第七是求不得苦，求不得呢也是这样的有贪爱啊，得不到的时候就求啊，贪求不得不到，这是苦啊，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是得到了以后呢又失去了，这是爱别离了得到了以后会失，肯定要失去啊，不可能永远都占有，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人破坏，他也会死啊，他也会老去啊也是爱别离啊。看到自己贪爱的人一天一天老去那也是爱别离。你他青春的时候，你都能在你心中的这种好的影像逐渐的变得不堪入目了，也是爱别离求不得求不得呢，就是追求所贪欲的东西呢，就是得不到，然后竞争甚至不择手段竞争的话呢，这如果用自己的努力正常有合乎道德的这种方式来追求的话还算好一点但现在人呢都没有道德底线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贪爱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特别贪，所以说呢竞争激烈，非常的激烈。现在人活得很苦，就是因为欲望太强大每个人都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现在都想占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很多很多的好东西都想要怎么可能嘛？这个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远远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贪欲。你看，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东西呢？是吧？你为这个世界付出了多少呢？但是你什么都想要，你看看，什么都想得到，是吧？这个是可怕呀！这个世界上人的都是好吃懒做的多，是吧？就是没有付出的什么东西，但是都想得到的东西很多东西。什么都想得到，那么呢这个世界肯定是就乱套了大家都非常的苦，因为竞争就是争夺，大家都贪爱的时候就要争夺了。
现在竞争，从小是开始啊，就要努力的学习，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够在竞争中不败，不被社会淘汰。哎，如果你是失败者，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你太差了啊，什么都不给你，什么都没有啊。第八是五曲运苦啊，五曲运呢，色受想行识，这个五曲运是重苦之气啊，苦苦气、坏苦气、行苦气。那么呢，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啊。五曲运苦，一切苦是根源。如果对生死五曲运呢没有真实洞察其痛苦的本性，这不能升起啊业力心，就不可能趋向解脱。下面讲啊第二种苦的分类是分三苦啊，这个我们也讲过了，我们这里就不详细讲。